长恒仙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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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长恒仙君，是让你跑得越远越好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放开我，长恒仙君有危险，我得去找。你现在站着奔波身体，见到长恒，怕是还没开口就会被他一剑刺死。先缓过来再说。 受伤了，本座胜之不武，吧。长恒仙君，你干什么啊？本座。 想到苍岩海在石仙的妆容扮到小兰花身上真是好看呀！要是不认识的人见了，还以为是我们月族的女儿，哪里会想到是水云天的仙子呀？